出了一红梅龙。对，哎，腌爆散的清晨一道名菜。那其实我今天我要说一下啊，散的，在羊身上叫散的，在牛身上它叫百叶。因为它这叫法，它这长得部位一样，这是牛的，羊的太小啊。这羊身上反弹这么一点，对，生的是这么一大，你熟了之后它就什么呀？它就缩了啊。它做法其实挺的讲究的，选什么样的百叶，是吧？是研发的还是什么发的？煮多长时间？咱们这个呢，刚才咱们使高压锅呲的，先洗干净之后，是吧？面积最好挤一下，挤完之后是高压锅一呲，放点葱，放点姜，哎，再稍微提一点花椒，就齐了。煮的35分钟，哎，你要煮的，你就照一个多小时、2小时煮啊、哦。看筷子一扎，拿一筷子看。行了，正合适。哎，筷子一扎，一扎透了、就合适了。软了吃到嘴里呢，它就绵了。这道菜呢，等于是熟制法，还得说什么红宾楼，把这种传统东西带到了北京。红宾楼哈，红宾楼，味还有好汤。对对，哎，唱戏的腔。竹子的汤，看没有好汤不行。你看咱们这后边，对，这一锅汤，咱们搁的什么鸡子跟那鸭子，对，跳的是什么汤啊？清真的鸡汤，里面加老鸭加老鸡。闻到香味了啊！我得闻到这个香味了。这个汤呢，一吊呢，基本得吊5-6个小时吧。常师傅，墩子，把我这墩子跟刀拿过来。对，专用墩子啊。哎。必须专用，哎，专用墩儿，专用刀，这是咱们这个特意给我具备的刀的墩跟勺，你看您都不一样，常不来，这个吃都有点恼，我会经常来的。这个看见了吗？其实咱们现在干嘛？榨汁儿，这榨汁儿干嘛呀？把这鸡鸭油使那鸡蛋给滚进去，有味，大家看不掉主料，你看。为什么咱们这个一般咱们都用鸡油跟鸭油滚的？对，因为它滚得进去，你搁这植物油滚不进去。你看这鸡鸭油是咱们刚才煮这鸡打出来的，它香味就出来了，就是闻有味道，但是主料见不着，见味不见料嘛，给它煸了，但你不能给它煸糊了。现在干嘛了？弄汤了。用汤不够，看了不够，你看了。我再给你先来。对，大火滚了，哎，好，行了，够了，哎，够了。这鸡鸭油引导完了，它色儿白的，一顶是白的哈，顶是白的。对，这时候干嘛呀？咱们切点散的了。这个长度呢，40公分，它便于食用。哎，从这一走，看见了吗？不能切太细了，不能太细了不行，还得靠呢。太细了没有口感。对，不少。现在这个挺贵的，这个看了吗？哎，把这个捞出来，它这个味道都在汤里了。对呀、啊，哎，把它倒出来，倒到碗里的，什么意思？这散的咱得焯一下，把油焯一下，焯一下。看见了吧，把这腾出来了啊，哎，顶锅就行了。好，都焯透了。哎，你看现在就把这个倒回来了，炒葱姜鸡汤的水，哎，回来了。咱再加一点鸡汤，为什么？这东西汁少了，这不是它得闷着，稍微靠一靠它能进味儿。现在加什么了？加盐了，调味了哈，调味了，2勺。这是什么呀？胡椒粉了，胡椒粉，嚯，大量胡椒粉啊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味精了。这种靠是就2勺，哎，咱们稍微点加一点糖，就会提鲜，并不会吃出甜来啊。哎，一点就够，现在就靠上了。汁还是稍微有一点儿，不行，它得慢慢的靠。这时候干嘛？咱们来点盐碎嘛，原爆的盐碎。你看，最好咱们用梗儿，用叶儿它要塌了。您管这叫盐碎啊？盐碎一般南方人叫盐碎，对，咱们北方不就香菜吗？啊，对呀，对，嗯，你看它为什么咱名叫？盐爆哪个盐啊？就一草头一个圆。我对这情有独钟，是吧？正合适吧？这个对，正合适。
刚才这大肚不高，再稍微搁。又加胡啊，这胡椒面量真挺大的。但是吃不出辣来，这后边有一点辣。这个你看吧，嗯，这汤跟这个稍微抹一点微的，这汤一收进去，这基本上这味道就到了。最后是不是把汤汁没汤汁的就没汤汁了啊？没汤汁。你看得放姜油的吧？对，我放二混的油。二混的油，对。这鸡油，嗯，其实这个东西内脏的东西啊，看到了吧？香，放香油跟醋了，醋它稍微少来醋啊，但不要吃出酸来。你看，这就等于这都混的油全都放进去了，看到吗？哎，一抖，你看，对，味道出来了吗？出来了，哎。哎，第一口吃进的味道就是一个脆嫩，都是一红梅楼。对，因为这红梅楼呢，从历届考试的时候、大赛的时候我都去啊，都是这个。所以说这个味道跟那味道是一模一样，是吧？啊，主要是什么？您说了，好汤，好汤，这离不开好汤味的，是吧？您看它那葱味、姜味都有了，都有了，它都滚在汤里了。这是人家的红梅楼的看家菜。对。马师傅在那儿学过徒，对，我跟那儿跟那个马永海师傅学过徒几个月呢。这个杜哥提的，来合影，杜哥就仨字儿，来您中间，确实好，嗯，来看我这儿是吧？我俩字儿比您少一个，地道。来，一二三，我们好好做菜，你们好好吃饭，关注老饭骨，吃饭不含糊。